要好进好出，这里顺畅顺畅，光电接好，振动器对好，这里一定要好进好出，顺畅，要顺畅的下来，连接贴标机一样的，要顺畅，好进好出，必须保持一致，看到没有，保持一致，这样好进好出，很顺畅的。标签穿好，标签一般是出来2到3毫米，收屏机一样的，好进好出，顺畅。参数先设定好，参数设定好以后，穿好标签，先按一下测试，是不是每次都出一张标，出一张标代表正常。开机以后，先少量的放，打开贴标，输送，先放一个试一下。贴好以后，好，这个是正常的，然后再大批量生产。